哇哦，哇哦，哇哦，哇哦！你们有什么想选？哇，这个话题太可怕了，这五个都。到底选什么？为什么我刚刚明明听到很多一，然后没有？再重新来，你们哎，那就由黄楚英来选吧，那就是你了，你选一个，快点。这个，我的天哪，太难了！哇哦，随便啊，来控台随便抽一个啊，不然我们先把他们全部打开看看吧。会有什么不同吗？说不定打开是很微妙的。你快选一个，我太哇，展都展不开呢。看看，哎呦，到底是什么？三五十五，我们选十五是什么？一二三五。啊，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邓辉，你喜欢数字几？一到五。你生日几号？3月23。那就三了，那就三了，这就是缘分。那就是你来了，三。我呸！如果对你很重要，这个 ID 好，这个芬芳啊！我呸！好芬芳，真的。如果对你很重要的粉丝选择现充，你会挽留还是祝福？那作为偶像肯定是要挽留的嘛，不然全部现充了，这个剧场都没人啦。哎，真的吗？从那边，刘果。但是他现在应该还没有很重要的粉丝吧？我也觉得他应该还没有这个概念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觉得，哎，我给你改一下。如果对你很重要的成员选择现充，你会等一下，可以吗？等一下，现充就是现实生活很充实而已啊。怎么了吗？现充对，如果对你很重要的粉对我不知道现充是什么意思，就是现实生活很充足，很充实，变得很充实，他就很快乐，很喜欢出去玩。你会祝福还是挽留？祝福。那你很重要的成员是谁啊？偷偷告诉我，是前辈还是同辈？就哎呀，他好害羞，你在看谁？好可爱哦。不要看我。就我觉得他跟吴思琪很甜，其实超甜好吗？就天天在朋友圈看到他们两个互相发自拍。你有来过酒楼吗？我没有。怎么他们两个睡觉干嘛吗？没有，不是。没有，不是。有吵到你吗？就那个房间。吵到什么？有吵到你吗？前辈有点在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吵到人了。没有，他们第一间那个房间门口就贴着一张纸，然后还画了很精美的，写了喜吗？没有，奇异果。对，还给自己取名字。好甜哦。那是我们喜欢吃的水果。嗯，对，然后刚好跟你们名字对上了。好巧，就很巧。哦，真的好巧。嗯，就像心花怒放那种，差不多那么巧。没有啊，还有心路什么旅程，没听说过，没听说过。好，下一个。我们两个就心花怒放啊。你是心，我是花。是花？你怎么回事？我跟你们说，我今天跳的是杨可露前辈的位置。哇，那又怎么样？王子欣前辈也跳的杨可露前辈的位置，真的、啊？电梦 ，Unit， VIT 位，不是，你果然很会磕啊！报名的，对，我报名了。你报名啊？你怎么不报别的位置呢？我报的是别啊，不是我报的是这首歌，他安排的是这个位置。他们安排的老师很懂，他刚好不在、啊，就看着视频，就看着杨可露学舞。是什么感受呢？你真的很会磕。哎，好快乐呀！
你怎么回事？如果我对我很重要的粉丝选择现充，我会挽留，但是没有用。起码我的粉丝已经现充了三四对了，就是我好不容易有一个女饭，我的男饭就跟他就跟你抢，对，然后就两个人一起出坑，就这很伤害人，最后还回踩，懂吗？我天，这多过分，气死我了。你呢？什么叫现充？就是现实生活很充分充实，对，真的。我真的觉得是这个意思，其实还有别的意思，但是这个本意是这个意思，充满快乐，对，要充满快乐，当然祝福啊。啊，大家都祝福不挽留的吗？你们做偶像的好佛、哦、为什么要挽留？那你粉丝都出坑了呢？他们哦，就是找到女朋友的意思吗？也不一定啊，可能是男朋友、嗯、说不定有这个原因呢。那说不定他们一起来翻你了呢？你听到底下说的想多了吗？好的，想多了。那不知道。那你说一下你重要的成员要是现充了呢？和谁？和谁？这不是应该问你吗？和不同的对象，和不同的对象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吗？你重要的成员跟我现充了呢？可以啊。你重要的成员是谁先？不知道。怎么可能是他？也不是不可以啦。啊，你重要的成员是陈佳颖吗？他可以为了你的幸福选择太迷惑了，选择重要的那个成员。那我都知道你重要的成员是谁了，那你祝福还是挽留呀？我嗯，什么？哦，你要是重要的成员现充了，应该是我们祝福你们。觉得会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说他重要的成员是谁？杨可露啊。那你说我祝福还是挽留？祝福。那就说。好。别搞了，怎么回事？你们剧队都这样吗？不是，我们是为了剧队都这样吗？不关我的事，那是他的。下次他来了吧？你叫我不要来了。Z 队排挤剧队实锤。你们贴脸 KY 我。你们居然成员贴脸 KY 我，你也可以 KY 我们呀。你这个是你为什么要你 KY 啊？我看你敢 KY 谁。 K 啊，你好像我好像在求他揍我呀。我真的想 K 你。好，我如果是我的粉丝就现充了，我还是会祝福的。嗯，就对，会祝福，不会，就是觉得他找到自己的幸福会更重要一点，然后可以带着你的幸福偶尔来看看公演，对，这样。对，你呢？如果对我很重要的粉丝出坑了的话，我会挽留还是祝福？嗯，其实现充嘛，那就差不多要出坑了嘛。哎，有没有那种就是现充以后带着那谁一起入坑？有的，有，会的，会的，会的，知道吗？他们有些还点过那种什么什么结婚生柱，然后什么记什么一百天纪念日生柱，对。哎，那我觉得这样的粉丝可以来一打，然后可以天天写生柱是吗？然后在运动会上，跳什么跳跳梦中的婚礼啊这样的 CP 曲，给小偶像乐乐，四八节安排上。对，然后挽留还是祝福呢？就要看对方是不是个好人了。嗯，都是对你很重要的粉丝，就是我粉丝找的，就啊啊，就现充的对象是好人还是，就是对于自己很重要的，你还会帮你粉丝择偶是吗？是这个意思？要物色一下，毕竟是对自己很重要的粉丝，对吧？嗯，看得出来我对我的粉丝有多么的用心，无微不至的体贴，对吧？那如果你觉得对方不行呢？如果你觉得对方不好，那我就让他变形。啊，怎么让他变形？可以找我谈谈，但是，现充的粉，哎，拦也拦不住啊，这对吧？嗯嗯，还是祝福吧。嗯，那你呢？现充到底是什么意思？现实生活很充实，充满了快乐。他说他不信，你们都不信吧？我觉得信，他们信，你们信不信？你不能不相信我们的粉丝。不是这个意思吗？是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就这个意思呀。你认为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
你说说呢？没关系的，你的理解，大胆说出你的想法。就是不犯我了吗？是这个意思吗？差不多吧，不犯你的那个叫不犯你那叫转推吧。那我应该，但是我又不知道他到底是个什么意思。那要是他跟别的，就是他跟你另外一个粉丝在一起了，你会祝福还是挽留？当然祝福呀，他们成双。你应该这样说，说他跟你另一个粉丝在一起了，然后他们决定不来看你了，然后你要挽留还是祝福？哎，是福躲不过。分分什么？那还是祝他们终成兄妹吧。对，当然是选择原谅了。什么？我天，太狠了！我天，你太狠了。可以，对的。你们犯他的，谨慎哈，谨慎，大家谨慎，谨慎。那万一对方不是妹呢？妹，姐弟也行，兄弟。那人家还要去改性别吗？性别不是问题。兄弟就不能充满快乐了吗？也可以。好了，可以打住了。如果是我的话，就应该先挽留。要是他执意，那就祝福吧。对，这样你会怎么挽留啊？你会怎么？就演示一下呢。劝他一起来看，一起来推我。对，然后要是实在不行的话，那就祝福，祝你们幸福。对，嗯，嗯，哎，你想说什么吗？我觉得我们应该都是祝福的那种类型，除了那个忠诚兄妹，就有点狠，就你不挽留，就算你诅咒人家，不好吧？就既然挽留不了，为什么就不要那个什么阻止他们？不要勉强是吗？不要勉强。你怎么知道挽留不了呢？你对你的粉丝是这样的认为吗？不，我只是觉得吧，就他既然都已经那个什么了，那我也不好挽留他吧。我觉得既然他有自己的想法，那我们应该支持他，对吧？忠诚兄妹，对。好舔狗的，他想法不是这个，还是离不开忠诚兄妹。对，难道不好吗？挺好，整挺好，挺好。好，可以。我们都讲完了，是不是？嗯，是。那有换完衣服了吗？有深住吗？没有。居队成员 OK， 只有我有。哦，对了，这里好像这里除了我们两个前辈爱意，感觉被包围了。好，然后我有一个深住 ，ID 为。想吃榴莲牛角牛奶包阿木 ANUA 的朋友在吗？嗨。然后没想到过了两年你居然还是这个 ID， 就很为难我。然后我这一次读的比较好了。然后希望你听说你做了无情代拍，希望你代拍赚更多的钱，然后多多来看公演，然后注意身体，然后祝你11月5号生日快乐，谢谢。耶、yeah ！好了，没有了吗？好，没有了。我在问什么话？好，那么有请下一组小伙伴的 MC 吧，耶、yeah ！ Yeah。